加沙地带南部帕尤尼斯、拉法遭到以军密集空袭。中国救援队在北京时间八号上午九点半左右抵达了土耳其，就是一下子就感觉好像心里一块石头就落地了，就感觉有希望了。向我方移交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31000元。是我做的就是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我不能给自己贴金。我们计算户入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买卖要同罪。五月天，五月天，奋起之锤还在领先的位置。对我来说，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跟我师父的一起许下的愿望实现了。中国队以73-71战胜日本队，时隔12年之后重新获得亚洲杯冠军。